記得上年咧2月29日啊，四年一度嘅2月29日，我就同 Soundwave 咧一齊搞咗個大優惠日嘅。咁佢就推出好多優惠產品啦，我就將我一啲啊線啊、前級啊、風腦啊咁啊好平，100蚊、200蚊咧，咁就拎咗去賣咁樣，大家就好開心嘅。咁今年其實都想搞，不過 Soundwave 咧就搬咗 office， 唔方便喺自己地方搞，就諗住喺外面搞啦。既然喺外面搞咧，除咗 Soundwave 之外咧，我就再邀請一啲好朋友、一啲代理一齊嚟玩嘅。咁現在咧就鐵定搞一個復活節嘅音響市集，日子咧就係、下個星期五、星期六，4月2日和3日兩日係復活節紅日嚟嘅。地點咧就係、觀塘道414號第一亞太中心嘅22樓，咁啊好方便嘅、那個地方，喺 APM 一田嗰個出口一出去轉咗嗰等就係黐住嘅，啊好多嘢食嘅嗰等嘢，好多部 lift 嘅。你上到22樓咧就會見到我噶啦。開放時間咧就係朝早11點去到晚上嘅7點。咁除咗有好多參與嘅代理有啲優惠產品之外咧，我亦都諗緊好多唔同嘅東西咧，俾大家去感受一下歡樂嘅氣氛嘅。例如我之前介紹嗰一部 CD 修復機啦，有啲朋友未必啊有地方擺或者嫌貴，我就會擺嗰度咧幫大家修復 CD 嘅。順便亦都擺多一部洗黑膠機啦，幫大家洗黑膠啦。仲有我自己嗰啲斷捨離嘅貨品啦，啊，可能係100蚊三隻 CD 任揀咁樣啦。總之我就會諗一啲啊關音響事，亦都令到大家會輕鬆愉快嘅一啲東西啦。咁嚟緊一年幾日咧，我都會 upload 一啲片段咧，介紹一下每一個參與單位有啲乜嘢優惠嘅產品或者服務咧，提供俾大家嘅。咁啊，記得留意住獨海浮沉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啦。另外就約定你下個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嚇，我哋喺呢個音響市集見。